好啦，咁啊，大家睇完第一集咧，咁啊觉得如何？咁啊，有啲人咧会觉得可能唔错嘅，咁但系咧依然可能会有些少一头雾水啊。咁啊，究竟应该从边开始入手呢？咁啊，其实咧就有一个方法咧，咁啊同 AOC 差唔多嘅。咁你咧就系先咧，用一个200人口嘅方式咧，咁啊去做练习先。咁啊咩200人口啊？咁啊就系譬如咧你。单纯咁啊，纯粹做工兵，咁啊之后斗快，咁啊睇下你咧系能够喺咩时间内咧，咁啊去到呢个200人口噶，咁啊 AOC 都有噶，咁我哋啊示范一下，挑战一下，咁啊去呢个掷弹游戏，咁我哋啊揾一个地图，咁啊求其都得噶啦，咁因为两三矿，咁啊大致上都系差唔多噶，咁啊有冇啲咩新地图？咁啊睇下，咁啊顺便望下先。咁啊 ，Star Station， 咁啊呢啲都非常之旧啊。诶，咁啊呢个地图比较光鲜啲，咁我哋就拣呢个。咁啊呢个系咩？伊卡洛斯，咁啊个名奇怪啲嘅啫。咁啊对手咧，你可以有可以冇嘅。咁我哋啊，点讲咧？咁啊有同冇都好似冇咩分别嘅。咁啊如果冇嘅点玩咧？咁我哋试俾你睇。咁啊我用咩好啊？大家好似大部分人咧都系可能依家重族之心啊，咁啊可能玩重族比较多，咁不过咧重族啊200人口咧比较容易啲，咁我哋啊玩人族，咁我哋啊试下咧，咁啊单纯啊做呢个 SCV 啊，咁啊睇下200人口咧系需要几多分钟，咁啊呢个咧系一个好好嘅练习嚟嘅，咁可以练习一下咧，大家譬如。保屋仔的时候咧，点样可以做到尽量最少的卡人口？咁啊，见到呢个画面的时候咧，你系只要揿返回游戏，咁啊可以开始噶啦。咁啊，冇任何对手咁啊 AI 嚟到干扰你，咁所以咧你可以慢慢咁啊去自己练习一下。咁啊，一开头咧可能会觉得比较点讲好咧？咁啊，你做唔到个。短時間的進步咧，咪會好無聊嘅咁樣玩法。咁啊，不過咧試玩兩次，咁因為有兩種嘅，咁啊有一種咧就係咩咧？咁啊單純做 SCV 啊，咁啊另外一種就係配合一啲正常嘅打法咧，咁啊嚟到係出部隊啊，咁啊而唔係出 SCV。咁啊，不過就今次咧單純啊做一做 SCV 先。咁啊，前面嘅流程咧，其实大部分都差唔多嘅。咁你咧就用自己嘅方法都得。咁啊，又或者咧，总之唔使话太在意一啲正常打法住嘅。咁我哋可以尽量咁啊提高收入先。咁啊做多啲 SCV。咁啊慢慢咁啊唔需要心急嘅。咁啊话说，大家今日有冇睇 MLG？ 咁啊非常多人睇。咁啊以前得萬几二萬人嘅啫。咁啊唔知点解突然间。昨晚啊，咁啊最高峰嘅时候咧系去到140,000啊，咁啊超多人睇 StarCraft 啊，咁啊有啲意外。冇啦，我哋啊攞箱，咁啊大约14嘅时候咧，咁啊指一只，咁啊落去呢个矿度，咁啊其实咧早啲拉又得，咁啊慢慢嚟都得，咁你见到咧行埋咧，咁啊差唔多400噶啦，咁啊即刻咁啊开个矿。咁啊，继续补，咁你之后可以做一个 BB， 咁系个正常嘅攞箱嚟嘅。你中意咧可以三开先，咁亦都冇问题嘅。咁我哋睇下用最快嘅时间咁啊去做200人口嘅 SCV， 咁啊千祈唔好卡人口，咁啊小心啲啊。咁啊补多个 depot。咁啊，连少少嘅卡人口都会冇咗噶啦，咁样。咁啊，因为咧，本来咧，好似冇记错嘅话咧，攞箱咧系唔需要补第二个住嘅，我唔知有冇记错。咁啊，因为突然间咁样玩一玩，好似有啲少少失忆咁样。因为不过又好似要补啊，咁啊睇下。咁因为呢个比较啲耐啲。咁啊，等呢个 BB 好之后咧，咁我哋又可以升级。呢、这个指挥总部，咁咪睇下啦。咁啊，呢个亦都差唔多好啦。咁啊，
又升级。咁因为冇对手啊，兵又可以唔使出噶啦。咁我哋啊尽快，咁啊放低第三个。咁我哋要挑战呢个最短时间，咁啊有呢个200人去 SCB。咁啊留意住，咁啊小心啊，咁啊冇卡人好，咁啊要20-38。咁啊仲有好长时间啊。咁因为咧人族啊，咁啊见到做 SCV 咧要一隻一隻做，咁啊同神族一样，咁但系咧神族咧系需要咧，唔系神族咧应该系话咩咧，有加速嘅帮手，咁所以咧佢系可以更加快。咁啊而人族咧你只能够咧系用一个多基地嘅形式咧嚟到咁快咁啊出 SCV。咁啊见到 SCV ready。咁啊，不停做呢个基地，咁啊可以更快咧，咁啊出呢个 SCV 啊，咁啊见到五个啦已经。咁啊呢个练习啊有咩用呢？咁啊其实咧就唔系话教大家一啲咩偷经济嘅打法，咁而系能够咧喺适当嘅时候咧，令到自己咧系唔好卡人口。咁啊呢样咧系好重要噶。咁另外咧，你可以自己可能加多少少挑战，咁例如咧一个矿咁啊两排工兵，咁啊自己喺度数下，咁啊呢个唔够嘅时候咧，咁啊又加。咁啊呢度大咧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咁呢度六个矿咧，其实12隻已经两排噶，等于。咁我哋继续做 SCV。咁啊，慢慢嚟 ，keep 住。咁啊，有钱咧，咁啊放基地。咁啊，唔好爆钱。咁啊，因为咧 SCV 多咧，其实好容易劲多收入嘅。咁你如果能够控制到唔超过1000蚊嘅话咧，咁啊已经系相当唔错噶啦。咁啊，当然啦，同正常同人打咧又唔系太同嘅。咁不过咧就先练习一下个节奏先。咁啊，习惯一下咧，自己睇下右边究竟会唔会。卡人口，咁啊，另外啲 SCV 啊，就尽量咧都唔好，即系点讲咧，唔好闲置太多，咁我哋啊分配好啲 SCV。咁啊，见到咧嗰啲排程啊，咁啊呢啲系叫排程，咁啊通常咧排到五个嘅玩家咧都唔系话好嘅玩家嚟嘅，咁我哋咧要点样咧，尽量练习到。一隻一隻一隻，因为之后咁啊见到一隻一隻一隻，咁啊见到好快啊，咁啊已经系去到60几人口，咁其实咧补工兵嘅人口咧系升得比较慢啲嘅，咁啊因为冇咗呢啲反应炉，咁啊而且咧。起基地嘅时候咧，咁啊亦都时间需要耐少少。咁我哋继续补基地。咁啊非常快啊，咁啊已经去到77啦。咁啊可能大家睇到有啲无聊啲啊，咁啊或者自己咧睇到一半咧，咁啊自己去跳啊，咁啊跳到去。睇下我咧，最终咧系去到咩时候？咁啊，见到全图开矿。咁啊，见到啦，用一啲小细节，咁啊，例如喺呢度见到起好啦，咁佢咧就会。有几个空格嘅，咁因为咧起好之后咧，佢又可以放 SCV 入去，咁但系咧你升咗呢个指挥总部之后咧，就冇得升嘅。咁啊见到啦，咁啊有钱啦，咁啊放基地。咁我之后咧会再示范一个真真正正正常嘅打法俾大家睇嘅啦。咁啊，例如即系真真正正嘅练习，究竟点样练？咁啊，呢个时候可能
只是单纯补下建筑咁样，分配下工兵。Not enough energy. 咁啊，见到都差唔多啦。Upgrade complete. SCV ready. Something in the way. Gotcha. 咪乱咁补下。SCV ready here. Big job, huh?上限已经去到200啦，今日仲有一啲少少嘅冲刺，咁啊冲埋就差唔多啦。Go ahead, huh? Upgrade complete. Upgrade complete. 咁啊，我谂啊，大约13-14分钟左右，咁啊见到已经178啦。194，咁啊，大约系几多啊？13:20。咁啊，大家咧可以自己试下，咁啊咁样玩下先，咁啊起下基地都几过瘾，咁啊试一铺换铺，咁啊呢个咧就完啦。咁啊见到，咁我哋咧就一个正常啲嘅流程啦。咁不过咧就可能大家可能要自己研究一下，咁啊。我示范俾大家睇嘅时候咧，可能大家会有啲地方唔系好明嘅，咁啊不过咧你可以跟住做。咁啊而练爆兵嘅时候咧，亦都有两种噶，咁啊一种就系、是、譬如你人族咧，咁可以出一个 MMM 嘅组合，咁啊又或者一个枪弹嘅组合。咁我今次啊示范。一个枪兵坦克，咁啊配一个医疗艇，咁啊运输机，咁啊 medivac， 咁啊用一个正常单 BB 开矿嘅方式，咁啊相当唔错。咁啊又睇下可以最快几耐搞掂啦，咁啊200人口。因为呢啲系人族咧，一定要练习嘅自己。咁不过咧，有啲人咧可以通过天梯，咁啊打嘅时候咧，系自己练。咁啊，大家细心啲睇住啲流程啊！咁呢个流程咧系可以俾你咧，已经系打天梯嘅时候、打排名嘅时候咧，已经系可以用到噶啦。咁一个单 BB 开矿先，我哋咁啊，唔需要弃矿。咁啊，对抗任何种族都 OK 啊。咁啊，唯一系配兵上面可能要有些改变。咁啊，14，我哋补到16，咁啊，15、16。咁如果大家做到大约15-16分左右，咁啊有一个唔错嘅部队嘅话咧，咁啊已经 O K 嘅。咁啊睇下大家能唔能够 keep 住出兵，咁啊又 keep 住出 S C V， 咁啊而且唔卡人口。咁啊见到做第二个铁锅，咁啊高水平啲啲嘅时候咧，咁佢哋咧可能。会选择个地铺唔做住先，咁啊而去开自己嘅二矿，咁咧可以早啲啲，咁啊枪兵可能只系出一只先，咁啊呢啲流程咧，大家可能喺不久嘅将来咧，可能都会理解到啊，咁啊不过暂时咧可能唔清楚佢哋嘅作用。
不停。咁有开头得一两个建筑咧，可能会比较轻松啲啊。咁啊，不过咧都小心啲。咁啊，问任何嘅细节咧都唔好留。咁好啦，我哋之后啊，补到三个 BB。咁啊，你咁样咧，咁啊跨晒佢咧，点翻个矿咧，咁佢咧起完咧，咁啊会翻翻个矿区。咁有啲人咧会比较中意咧用一个 shift 制。咁因为咧你起嘅时候咧，咁可能起嘢，咁啊揿完咁啊 shift。咁啊，你之后咧补两个气矿。咁啊，尽量冇卡人口啦。咁我呢度好似都有少少卡到。咁因为咧唔记得咗咧系一个先 depot 嘅二矿，咁所以可能会卡少少。诶，咁啊原来都冇啊，咁啊呢个 depot 可能浪费咗少少，咁唔紧要啦。咁我哋继续，咁啊出兵。咁啊到五分钟，五分半，咁啊三十人口，咁你啊大约记住，咁啊唔一定系差唔多，咁可能会争少少。咁譬如咧，你啊同人咁啊喺中间咁啊交战咗一下。咁可能会又有少少唔同。咁啊，喜好，咁我哋又拖少少嘅工兵落去，咁啊平均分配。咁因为三排嘅话咧，咁啊已经系唔会再有收入多啊。咁啊，唔好卡人口。咁啊，重族之心咧，咁啊可能 VF 咧需要早啲啲，咁啊之后咧先至放低 BE 可能会比较稳阵啲。咁我哋一次做两个屋仔先，咁好似唔系好够。咁啊放低 VF 之后咧，其实系要即时咧，咁啊放低一个。BR 咁咪一个 refinery， 咁不过咧就自己研究一下啦，咁可能都有啲唔同嘅情况。咁啊，不停打，咁啊，去到大一百分钟啦，咁啊，啱啱好啊，多过啱啱一倍人口左右，咁啊，啱啱四分几，咁啊，大约卅几，咁啊，依家系咪四分几定五分几钟嘅时候？咁我哋啊，开个山矿。咁啊，叫啲筷子剑啊！Research complete. Not enough energy. Big job. Armed and ready. Not enough minerals. SCV ready. Add-on complete. Additional supply depot. 哎，咁啊，有少少卡人口。小心啲，咁啊两个两个起，今日大概卡咗几多秒啊？小心啲啦，双 V 啊，咁啊救翻啲 SCV 先。因为呢边有啲可能塞住，我到大约十一分钟啦，已经一百噶啦，咁啊之后咧都差唔多系开始一个冲刺嘅阶段。
Upgrade complete. SCV ready. 咁啊，揾兩隻 SCV. Complete. Not enough minerals. Not enough energy. Go go go. Ready for dust-off. Complete. Gangway coming through. 咁啊，記住啊，咁啊，大排程一。 This better be good. Not enough minerals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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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CV ready. I can't build here. Armed and ready. Ready. 12分咧，已经140几啦。咁我哋啊，升埋二攻二防。 Not enough minerals. Not enough energy. Not enough minerals. 間中玩下都 OK 啊。 SCV ready. 小心卡人口啦，咁又不停做。 Sure thing. You want a piece of me? Not enough minerals. 咁啊，110啦，咁啊，依家先13分鐘，咁啊，好快200啦。 Not enough energy. Additional supply depleted. 哎，咁又卡少少人口。 Additional supply depleted. 哎，咁啊，补得过就够啦。咁啊，200噶啦，已经。 咁啊，相当快，咁啊，大约12分钟嘅啫。咁啊，而且咧流程咧亦都唔系话非常偷，咁啊之后咧先至冇建筑。见到啦，200口。咁啊，大约14分钟，咁啊，你自己啊有兴趣可以练习一下啦又。 咁啊，见到部队数咧嚟到去到110，110得十几。咁啊，呢度几多啊？咁啊，呢度争少少两排。咁啊，供应可能都差唔多足够。咁啊，大约14分钟，咁啊，200啦。咁啊，大家有兴趣又可以练习一下。咁我示范下一个神族嘅先，好冇？ 咁唔知大家有冇兴趣睇？咁啊，试翻埋啦！咁啊，费事有兴趣嘅时候咧，咁啊，反而冇做到。啊，咁啊，其实自从做都得，咁啊，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一下。咁啊，每个种族试一个啦，都系。咁啊，大家仲记唔记得？咁啊，第一个系一个纯。 出工兵嘅练习，咁啊第二个咧就是、一个爆兵嘅练习。咁啊不过咧爆兵嘅练习咧，我会3个种族咧，咁啊会同分别咁啊做一个嘅。咁啊一开头又系冇乜嘢，咁不过重族咧就比较简单啲。咁因为重族咧就你偏晒啲 hatchery 咧，咁啊差就差在你喷轮究竟劲唔劲嘅啫。 咁啊，其他嘢咧應該都冇咩問題嘅。咁啊，至少咧你唔需要話太多個建築要你撳，咁啊，淨係得一個 hatchery。咁啊，依家啲背景音樂咁型嘅。 咁啊，偷一個人口。 咁呢个图咧就有啲特别，咁因为嗰个矿咧就唔系正常嘅矿嚟嘅，咁可能会都同其他图有些微嘅差别啦，都唔系好多应该。咁啊，求其蝗虫乱咁飞啊，咁啊你中意可以自己洗下 APM， 咁啊喺度揿，咁啊呢啲我都识嘅，咁啊但系咧有咩用咧，咁啊可能。 你自己研究下，咁可能只系单纯喺度乱下手。
今日冇咩特別嘅。We require more minerals. 咁啊，我攞箱，咁我做一个200人口 roaches， 咁啊大约11、12分啦，咁啊因为前排咁啊大约一年前咧，咁啊好流行嘅，咁不过最近啊好似少咗多人，咁啊用呢招，咁啊17人口，啊咁啊其实唔使要气矿，咁我哋用一个。两后虫，咁啊两后虫之后开三，咁啊补到工兵好咧，咁啊可以出 roaches， 咁啊又或者咧系自己计好时间点，咁啊先出，咁啊可以模拟一下咧，究竟系咪咁啊？譬如真实情况咁啊，应该又点做？不停补工兵，因为见到差不多好的时候咧，咁啊呢个 spawning pool 都好嘅，咁可以两边咧，咁啊同时都系做一只 queen 嘅，咁我哋啊做一只，做两条狗，咁啊扮下嘢，咁啊例如，咁啊例如可能正常你打嘅时候咧，可能都仲要都需要做两条或者四条狗嘅，咁我哋扮下嘢，咁啊做两条。咁啊，模拟一下究竟实战，咁啊，你咩时间点要做啲咩兵？咁啊，听到声啦，咁啊出到嚟，咁啊出去兜下圈啊，咁啊芝麻监视塔都好。分配好啲工兵啊！咁啊，呢个一个可能配合埋喷卵练习，咁啊尽量控制到咧，唔好超过两格。咁因为已经系冇对手噶啦，咁如果你喷卵都超过两格嘅话咧，咁咪即系能量都超过两格嘅话咧，会比较唔合，即系唔合格噶。咁咪你自己练习一下。咁咪自己练习一下啦。咁咪之后采气矿。咁啊，正常咧，应该啱啱好嘅。咁啊，求其飞嘢往冲，咁啊冇嘢好做。喷卵。咁啊，呢个时候咧系。三开噶啦，要咁咪之后一个 B V B R， 尽量控制一下。咁啊有气咧，咁啊升提速，咁啊慢少少，咁不过做下嘢嘅啫，扮下，咁啊冇所谓嘅。咁啊！呢个时候咧，工兵都相当之多啦。咁啊，见到24、16，咁啊，下面咧，咪21、18，咁啊，下面多啲。咁啊，23、25，咁啊，呢度又多一只。咁我哋升一攻，升二本。不停都话缺啊！把嘢，咁啊呢度有啲多，咁我哋啊。分埋落去。咁啊，睇下三矿工兵要我啦。咁啊，补多一个气矿。
埋升埋提速。我可以開始爆兵啦。咁呢只翻入噴輪啦，咁啊四基地。升埋義工，咪自己練下噴輪，150幾，同埋提速都升好啦。我谂啊，11分左右，咁啊，因为工兵其实都补得多少少。咁大约12分200，咁啊，以攻易防。见到200啦，咁啊12分钟啱啱好。咁啊自己练下喷轮，咁啊见到啲波咧，咁啊剩好少嘅真系。重咗嚟到呢度先，咁啊最后施埋神族，咁啊今次咁啊自己完啦。咦，咁啊啲舊玩家返返嚟，咁啊 IMP， 咁啊同埋阿达哥，咁我叫佢哋自己玩先，咁啊示范埋呢个神族。好多人翻返嚟玩。有个单 BG， 咁啊，例如今次啊，大约模拟一下个 PVT， 咁我哋咧估对方系一个武器开矿，咁我哋应该点做？点样偷法？咁啊，经济要点样爆发先至可以？轻松啲咁啊，打得。
壞。咁如果對方係一個譬如武器開礦咧，咁我哋通常會將加速咧盡量用到盡嘅。咁啊見到不停加速工兵，咁啊之後咧出一隻狂戰士，咁呢狂戰士咧可以做一個前壓又得，咁又或者咧係偵察對方究竟係啲咩打法。我哋啊放第三粒水晶之後咧，咁啊可以等錢咧，咁啊開礦嘅，咁啊可以出多隻追獵添。咪見到咁啊，有追獵，咁啊有狂戰，咁呢度升一個空間之門。我哋加速一嘢，咁啊加速一嘢咧，咁啊通常都係等對方咧，譬如佢想快攻啊，又或者想點樣，咁啊見到可能你太偷嘅時候，佢可能會想拎幾隻兵咁過嚟搞下你，咁啊你啊加速，咁啊等自己咧唔好好似。乜差兵都冇，咁啊一切準備都好似未搞掂，咁啊我哋啊加速多一次，咁啊之後咧咁啊一狂一追一罩，咁啊一隻追獵咧可以出去遊下雲，咁好啦，咁啊之後咧就可能譬如你中意嘅話咧可以補到三 BG 先，咁我哋啊等錢，咁啊工兵唔使停，咁啊佔住個監視塔。三 BG， 喂，喂，有少少卡人口添，咁啊，神族嘅二百人口咧，部队咧通常都系比其他种族慢嘅，咁啊，因为神族嘅部队系比较劲嘅，咁啊，后期嘅部队。咁啊，既然系咁咧，唔出啦，咁我哋就放个 VR。同埋不停加速。咁啊，通常前期系比较偷啲。咁啊，除非對方打到嚟嘅啫。咁啊，你中意嘅話咧，可以攞只狂戰，咁啊，懟出去。咁啊，等自己咧有時間咧，係做反應。咁啊，五啊四，唔係五啊二，四啊四。咁啊，譬如對方可能突然间咧喺呢个时候，咁啊，譬如喺门口咁样有堆枪兵喎，咁你啊睇下自己咩打法，咁啊去转啊，咁啊譬如可能传啲追猎，咁啊防一防，咁之后咧系放低个 VB 转巨像，睇下工兵都相当足够啦，咁啊，咁啊通常做两只 OB 嘅。咁啊，转巨像嘅时候咧，你啊补到六个。好啦，巨像出得嚟啦，啊又卡少少，咁跌跌。咁啊，冇卡人口啊。咁啊，通常神族咧一开始咧系。不会话太偷嘅，咁即系佢嘅矿咧未必会咁早开，咁因为要防人族嘅空投。可以停一停工兵先。巨像出到嚟啦，咁啊可以尝试，咁啊去开自己嘅三狂。I'm here.
咁啊，开三矿嘅时候咧，将粒水晶收埋。咁啊，譬如对方有啲骚扰嘅时候咧，咁啊都可以做到嘢。咁啊，巨象出到嚟，咁啊放低 VC 啊，咁啊三只，咁啊有一啲人咧，咁啊可能一只，咁啊已经系放低 VC 啊，咁你迟啲你又自己研究一下啦，究竟又有啲咩差别？咁啊，尽量加速到呢个三矿，咁啊有足够嘅工兵。咁啊，三只巨象嘅转闪电啊，咁啊准备好未？咁啊准备好转。Not enough energy. 咁啊，十二只。Not upgrade complete. Stick. 同埋佢转闪电，咁啊十二零分钟，咁啊其实有啲慢嘅。咁啊，因为实际情况可能又有啲唔同。咁因為有啲對手咧，可能比較喜歡一啲雙 VS 嘅打法，咁可能會克制咗你一個速巨象。咁啊，見到工兵差唔多咧，咁可以停噶啦。咁啊，呢個係神咗一啲小細節嚟，咁啊，工兵可能多啲添。咁不過唔緊要嘅，咁啊，慢慢嚟，咁啊，有錢啊，全兵。我哋之前咧就已经有六个啊，咁我哋咧要起码要补多六个。我补多一个，咁个防止俾人打完之后停晒电。善用加速。Research complete. Now. 我见到啦，咁啊都好快下，咁啊啲人口。咁啊，你中意啊，可以放低个呢个叫乜鬼嘢？我成日都记唔到呢个名，黑暗圣殿。咁你中意可以放一放，咁之后咧依班楼啦，咁啊十三零分钟，咁啊二班口嘅时候，你可以选择再开矿噶啦，已经。咁啊呢度有啲工兵有啲多啲，咁啊又拉走。好似仲有啲多，会再拉走。我睇下先，呢度可能咁啊，大致就系咁样啦。咁啊，有闪电，有巨像，咁啊，十四分钟。咁啊，有兴趣大家研究一下啦。咁啊，今次咧就嚟到呢度先。咁啊，自己可以自己设定嘅。咁即系譬如你唔想玩重续出。曱甴嘅，咁你可以试下龙九毒爆，咁啊练下喷轮，咁啊多谢收睇，拜拜。